各位有没有唱过这一种的啊？30块钱唱一曲，反正就是进去乱唱就对了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唱得不错，打杀！叶小宝来搞破坏。你在唱什么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。大学时期的唱，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。大学时期的唱，让我们趁着阳光海上冲浪，期待目光，不要怕落不出来，有你的你就安心吧。这首歌我相信谁会唱？哎，来宾请掌声鼓励。那个宝特瓶跟铁椅，请不要扔上来啊！请交给我们资源回收处啊，会有专人为你处理啊。小弟弟，请你来，你的兄弟。